堂主你好，堂主，堂主在抓甲鱼，今天又来抓这个十多只啊，我线下也县城也送几只，不愿跑，要我带过去。这县城的生意被你抢掉了，老板会骂你。这甲鱼现在不吃食了啊，冬眠了。这老板说，这个鱼塘还有几万斤在里面。哇，这一个鱼塘也能养几万斤甲鱼，一万斤，80块钱一斤，8万，一万斤是8万吗？80万还是8万呢？用脚踩，这还没抓过甲鱼。对，用脚踩呀、啊，踩到一只捞一只。这个小，又踩到一只。小白，来习惯了，这狗都看见我们摇尾巴，哼！哎，别打架，哎，去，还打架，娘来了。训训他，他们两个刚刚在打架。坐，感觉那只黑色的狗凶一点。去，这条鱼来了几次，都还有一口气。这生命力挺完善的。这小鱼塘都是养小甲鱼的，你看，哎，为什么那大甲鱼不上，浮在这上面来？看这小甲鱼，小甲鱼会不会咬人呢？哟。这么小的家具，快点给叫你。你看啊？你呢？哎。乌龟一个。啊，这是乌龟。乌龟。啊？乌龟吧。哟，还想咬人？还没我指头大。这要养，这要养多少年？呀，张开嘴了。养多少年才会长大？能够把这推给你一下。抓了十多只。那你用你可能给它扎进笼子，看一下，沉一下。还有没打架？在打架。用几个敲球架你不行，那靠的，12只，